萨跪了吧？那、啊、不要跪，不要跪，跪着台长替你背业呢。站着吧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诸佛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善神，感恩如今红台长师傅，<laughs> 你辛苦了，请你老人家。他很会讲、哦、请你老人家给我外孙看看图腾。他问题我还不老啊。 <laughs> 说老人家，我我真的难过了半天呢。<laughs> 我有这么老啊？<laughs> 哎呀！他他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一日生，属牛的，今年六岁了。他生前是缺氧窒息，产前拽出来的，后遗症是现在还不会讲话，不会讲话，完多动症严重。看见了吧？从从开始。 啊！我讲话你不要不开心啊！不你说吧。这个是个小鬼呀！啊！啊本来不应该到人间来投胎的，是啊、他逃出来的。啊！哎呀妈那那该怎么办呢？逃出来嘛，就好好把他皈依正道呀。啊、西游记里面看见观世音菩萨不啦？把很多小鬼不是照样让他皈依正道啊？嗯、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这是个小鬼呀、啊。嗯。 所以你现在开始每天给他念经。念经，他以前我总念，敢给你还看你的那碟了，他总成天拜佛。嗯，他胆子蛮小的，胆子小。胆子小，他胆挺大的。在家里。啊啊，在家家里挺大，我看反正。跑出来胆子就小了。什么都敢动，过有的太多多动小鬼，他是来讨债的。是。你是他谁啦？我是他姥姥。 那么，他就是来讨你那个儿子和媳妇的债的。他妈，我我女儿，我就一个女儿，我女儿今年是呃八一年生人，属鸡的。她现在她精她的狗吓唬的，精神不太好。后来治疗，精神已经差不多愈痊愈了。我就跟我就念跟她念佛诵经啥，就我自己承担。她也不能诵经，就请观观音菩萨。你女儿嘛，就是被你念好了呀。 但是你女儿养出来这个就是讨债鬼呀！是，我。她是地府里逃出来的小鬼呀！是。你听得懂吗？嗯。你现在每天给他念大悲咒，能镇住他，十七遍；心经念二十一遍；好。礼佛念三遍。嗯。然后给他念解结咒七十八遍，然后给他念消灾吉祥神咒四十九遍。好了。 这给我女儿念是给他念呢？给他。给这这小鬼。小鬼念啊。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听不懂啊？听懂了。得烧需要烧多些小方？我功课怎么做？请功课刚刚不是讲过了？啊啊啊啊！你别糊涂了。记住了，先把小的先搞好吧。啊啊这个小家伙到了七岁半的时候，特别要当心。他有个劫，下面会把他带走的。 什么时候能会说话呀？关键七岁半的时候有个节下面会把他带走的。啊，听得懂吗？啊，说话了。小鬼叫他说话，必须要有户口。他现在人间没户口，你得求观世音菩萨，我都没办法。听得懂了吗？师成天求观世音菩萨。原来他是叫季新德，现后期改名叫季婚酒了。我，我现在是名字没有用的。啊，你记住了。 他是顶替人家一个死掉的人逃上来的，是你们家族里边有没有一个死的比较冤枉的人呢？那不清楚，反正不清楚，啊，有没有自杀的？不太清楚呢。哼，你老公被辈上的就有一个，好像跟铁路有关系，好像被火车压死的，也不知道怎么自自己卧在铁轨上的。是。 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啦，这小家伙就是顶替他来的，是吗<吧>好啦<了>，你给我女儿看看呗，我女儿。你们每个人都这样，人家不要看了，赶快啦，你不要让台长。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儿子看了吗？就孙子看了吗？就可以了，外孙。好了。